一个时尚品牌的活动入面集合了一班很久没在香港公开亮相的朋友，包括有吴建豪、卫斯、黄日彤、张新月等等。吴建豪近排不断忙于电影的拍摄工作，不过他一直都没有丢低过音乐，接下来他就会推出新的专辑了。没错，最近刚在写歌啊，然后只把整个方向跟 visual 都做出来。不拍戏了？我已经拍太久了，对吧？暂时会休息一下。相信歌迷等 Venus 出碟真系等到颈都长埋啊！咁你又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大啲嘅内容，满足一下 fans 嘅好奇心呢？现在还不能透露太多，对啊。一点也什么都不可以透露。只能说会让大家很惊喜，对，然后很惊讶，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给大家完全没有看过的一个方向，可是很真实一面。同样久违嘅卫斯最近就经常四出周围飞，忙于佢心灵辅导嘅工作。其實我聽日又要飛啦，聽日去新加坡，有嗰邊啲教會，係啊，佢哋邀請我去分享見證。其實我真係好感恩，可以encourage 到人咯。所以其實我好而家係每一日係 trust 緊佢會有啱嘅條路行咯。所以其實我唔緊張啊。阿朱，你就忙住傳福音，咁你家姐慧蘭同你喺信仰上邊係咪一致呢？佢好好啊，佢係啊，佢呢排都好佢好中意睇聖經。我就知道佢而家宣傳緊佢啲新歌啦，係好好聽噶，所以佢而家都係忙緊嗰樣嘢咯。家姐 Janice 咁勤力，幾時輪到阿 Jo 你出碟啊？大家都好掛住你嘅歌聲啊 ！plan 過，但係唔急嘅，真係要等啱時間。做張福音碟啊嘛，你 Sammy。係啊，所以而家咪一路咁一路做咯，係啊，所以希望好快會出啦。其實真係最緊要做得好咯，係啊。